大道无心生于天地，大道无心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照耀万物，无不知其名下明月。道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江分流墨而生万物，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夫。人生好静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见之，常能迁其欲而心自静，沉其心而身自静，自然流于不生，三度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为诚，欲为前也能迁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即无为先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寂，与其能生，与其不生，即是真经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意。如此清净，见如真道，即如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是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无知者，可传圣道。上是无真，下是好真，上得不得，下得之得。执着执着不明道德，众生所以不得正道者，唯有妄心。即有妄心，即精即神，即精即神，即着万物，即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有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长生苦海，永失正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